早上他和我说我很久没给他剥虾了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彩椒柠檬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吃虾的快乐有 60% 来自于虾，还有 40% 来自于给你剥虾的那个人。亲手剥掉虾壳的虾加入屏幕上调料，喜欢吃味道重的可以多加一勺生抽，挤入半个柠檬汁搅拌一下，一份清爽开胃的彩椒柠檬虾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